走！祖师爷，不要！祖师爷，起火！祖师爷，你快走啊！祖师爷，你们一想把我留下来，就没想过要让我走。祖师爷，祖师爷，祖师爷，走啊！小后边一样跟他急急走。好，给板子，来走，往后走，往后走，往后走，给板子，板子一板子。这么矮，他去死了。好，来，就在这里停一下，我来敲他一板子。换个人，我去敲他，换个有劲儿的。来，准备，来，三二。那上门，来，好，来，三二一，走。怎么了？什么东西差一点了？没事，给我看一下。不是差一点，七两行。给我看一下，回放给我看一下。回放给我看一下。应该只有点也没有卡。去泡两边火的时候，无敌大了。能抱出去吗？走吧。这么顶啊！对，他不跟你玩了。你别怕，他不知道看戏，观众不知道动作。我旁边蹲了个人干啥？我不在旁边蹲着点火吗？你自己玩吧。点火就走啊！我看看来。我在看呢，我以为你正在睡着。可以的，不行，我再看，但是还行，我觉得。后期加火吧。后期加跟这个加不到一起去。加不到一起去是吧？加不去。关键他饿死了。衣服后摆出来了，那个白色衣服后摆出来了，浩南。服装。挺真的是吧？对，因为已经乱了嘛，这个时候。我入画了没？后面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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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后面录的是一个敲板子不行。没事，敲板子这一下找个有劲儿的，来板子这一下还是得重。好好，你这坐着坐着，我坐好了，你们安排人敲板子。来，那板子我没敲好。还行，画面很漂亮。那个画面很漂亮。这个剧是那个快创的剧，剧本不是咱的。这个剧是快创的，剧本不是我们的，没办法的。所有的爆款剧其实它都有这些套路在，这些素材会起量。但是我们已经好久没有拍过这种绑架厂房。好嘞，来上上油，油。我们自己家的剧基本没有拍这种，但是我们家剧就容易扑，拍这种容易起量。那情怀搞搞，钱还得赚赚嘛，对吧？来，这里。那不能老是为了情怀拍自己想拍的东西，到时候亏得一塌糊涂，到处都扑。没有还是汽油？有汽油。还有多少？够不够？够。现在还能买到散装汽油？现抽吧，我也抽的，我拿嘴去抽的。你从哪个车里面抽出来的？道具车，道具车。哦，那你们不怕汽油中毒吗？这样抽？没有，用那个管子。南科那大针管子的虹吸，懂不懂？来吧。你越抽一口吐一口，我以为抽一口吐一口。哎，从那个从他们俩准备，对他们俩准备起身开始。
钱难挣，屎难吃嘛。所以说这场让中岛来吃吗？所以这场他让我来拍嘛，他不愿意拍嘛。来来，别看戏啊，来吧，来，走了，去呗。谁挑？下的。不能拿的太靠前了，看到。这板子太重了，看我哪边走，你往哪边走，试一下，来看我方向盘，先试一下，来去那个方向盘，不，就那个方向，就那个方向，拍背，来，一二三，走，这行不行？我操！行了，别再吃。行了吧？别吃了。没有了，就那点儿。我瓜子被海洋拿了。丢到地上去了。不是，你要这样子啊！你听我说，你要这样子，我五拍上去，然后就走。好，好，好，来吧，来，哎，好，来，背影拍一下。拍刚刚的热度，好了，刚刚的热度，对对对，不是他们起来了，你就直接点。来了，准备，来点，准备拿。最后你整理的时候，来吧来吧来吧，就在这个地方，去没到这张纸，最后的，对，来，刚是，拦路，三二一，走，去死吧，丢过来了。打到我操！打到好吗？不敢打了。有没有拍了？没打到是吧？没有没有。那灭火。灭火灭火灭火！好热好热！大夏天的烤火真爽啊！好，来吧，来咱继续啊！咱继续，把他们俩近景拍了，近景拍了，近景对话拍了，走流程来。要火吗？要的。那个不许进行活动。老板有。老板呢？哎，这个到后边去。但是这个他救了你，这该怎么办？后边吗？对。什么？这还拿什么？对呀，那个我打在镜前啊，来来来，我稍微看门手，然后说去那个哎呀，是，这，你要跟他骗他，熏死，要要要，啊，来老师让一下呗，哎，老师让，老师让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是的，而且直接从，对，而且直接这个情况可能就直接送到医院了，他是住院了，然后这儿苏醒了。你把那个词改了，去救我！就是他被呛到了，赶紧抱孩子。你们直接把孩子抢到，赶紧救完了，抱上你，快！保不了孩子，他不能说保孩子。后面他才知道有孩子。抱不了孩子，他后面才知道有孩子。他被呛晕了，被呛晕了。先救人再说。先救人再说。后面那些东西是谁的？啥？来，几位领子上面多穿裤子，出去。到哪里？来吧，好了，来吧，那儿那儿那儿吧，拿二。拿二，李晨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来掌柜，你怎么了？我后边，我脸上全是肚子。哎呀 ，sorry。哎呦，你这咋了？这儿，模板吗？还是这个？模板，来。板子，来吧，立立在那个地方。我把这一个军一个军一个军一个。远点儿。哎，好。我反正已经不在乎了，就是反正我们家拍的就是一坨大便嘛，大便也有大也有人爱啊。再来点。哎，等我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实在没人看，我和上半姐就包了个私人影院，两个人坐在里面自己看。快点吧！
那我今天进来看看。这边还要一个吗？要要，一个这边一个来。你们俩去那边，我在那边点就行了。有了吧？这个有，刚加的。来吧，准备吧。这边已经点着了哈。点一个。直接点，直接点啊！硬走了，来点。三、二、一，走，给我哭。不接，不接。低一点，低一点。有意想着要把我带过来，就没想到让我走不死人，快走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这不是吗？那我觉得自己中邪死，就死了。出去，出换 ，OK， 有了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别咬，别咬。然后那个要拍这个，朋友这里来，你们不要，不要把丢出去。去死吧！把女主拍了啊！把女主拍了，来接下来，好的，那个还好吗？还好吗？除了热，应该还好吧？小蜜。哎，那个是没加水的。浩南还好吗？别走，点着了啊！啊，来，去！哎，我闻到焦味了。你看，给个过笔吧。反过来吗？来，反过来。还要走吗？没有，这是简单的拍法。但是火场戏大部分都是这么拍的。这样能保证演员安全一些。我说，其实真正的火场戏是真的点，但是很容易嘎。对吧？点完了，容易嘎。灭火灭来不及了。特别是夏天的戏，夏天拍火戏要注意，女生有的穿的是那种纤维的裙子，它高温都会着。它会融掉。所以我们一般都镜头火，就是火在镜头这边。来，保证了，保证了，来表记你的情绪啊！那保证安全。来，对吧？这个到女主上，那个好帅啊！被他帅到了哦！你这张照片拍的画面，这块没有太大不容易。我们这是小帅，这块地方。很帅，你先来，再来，再来。这块破死了，破死了，这容易破死了。对，都在那，火就在。什么？不是那个戏也把我割了，他下不是把我割了？那水事嘞？这啊？大叔咋了？天岛下边把我割了。是的，我要天岛上，那天岛永远都是我最爱。我是啥？怎么这么绿的味道？不去了，不去了，要放假了，好爽啊！你俩打嘴炮，能别带上我吗？你俩。我天哪，要去付出，还有你啥事儿啊？还有你们家浩南啥事儿啊？是吧？好，给我招黑。我知道了。我是你的黑粉头子。没问题，黑粉也是粉儿。
真的，我才说武汉的蚊子不咬我，结果现在好毒。武汉的蚊谁跟你们说只有两个小火苗啊？哇！天岛无不躺枪啊！看看看看，不要看错人了。满头都是汗，多辛苦。给你们看汗珠子，没有汗珠子了，只有脱粉。你是不是没给大家说端午安康？哦，端午安康。我们这只有星期几，没有那个叫什么端午节。换，这是我自己的手机啊，那个。女二，男二，爷爷。好像一出来就会没信号。出来就没信号。是的，来拜拜，跟他们拜拜一下吧。端午安康，端午安康。端午安康。拜拜拜拜，不用心疼，他是好的。他手好丑啊。还有四十分钟啊，天黑了啊！快点啊！我手确实很丑，好丑啊！拜拜。抖音。